所以武汉呢，现在看起来就真正的这个停止人传人呢、啊，还是一个进行时啊。也就是说，如何的把好这个正常人和病人分开，这是一。第二个，把是关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病毒分开，这是二。这两个问题非常迫切，你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啊，老是混在一块儿啊，人传人不会停止。因为武汉比起你用了很多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、地方来充实医院，做了很多啊。但是假如这个问题不解决啊，还是解决不了。因为冬天到了嘛，大家知道这个流感肺炎，这个肺炎的特点影像差不多的，死人照样有。那你这都算在新冠里头，这不行的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